好，弟弟要玩高乐基了，然后他身上只有一星卡，因为他没有带卡出来。然后这台机器里面呢，有雷吉奇卡斯。弟弟，他机器在准备当中。没有。好，弟弟，你只有50块钱哦。快攻饮料，哇，连大图都没有雷吉奇卡斯啊，弟弟。可是躲起来也有可能会出来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好，没关系。我有一次就是那个库拉多躲起来，然后又出来。哦，好，那蛮不错。哦，大草。那是大草还是中草？大草。盾甲。好，弟弟最后选择了盾甲大象。这个是进化后的还是还没进化的？没进化的。啊，它进化之后变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忘了。变大象。哦，好吧。哇，他这个特效蛮帅的，他在那转圈圈。转圈圈呢、啊？对啊。雷奇卡斯不见了。好，弟弟没关系，因为刚好你身上都只有一星卡而已，你就用一星卡去对战吧，打快点哦，不然后面要等很久。弟弟派出了盾甲，哎，弟弟你可以派三星，你不是有三星的盾甲？你刚刚拿的啊？两只盾甲好了。好啊，不然就两只盾甲。你有感应到吗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盾甲。好，快点，快点。你派出了两只盾甲，哦，今天宝可梦变很快哦，有加速。哦，伤害还蛮高的，弟弟。接下来是三星的盾甲。弟弟怎么能按到弟弟的士气？地震，他招式不一样。对啊。哦，打败一只云雾杀了。好，接下来是豪利的攻击。借力摔。哇、哦，弟弟的盾甲有一只快嗝屁了。好，现在弟弟的盾甲使出了重踏，命中了。好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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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有没有加赛，如果没有加赛的话呢，雷杰西卡斯就错过啦。这样吧，二一应该会加赛。是哦。应该会加赛。哇，弟弟很幸运的都抓到，不要抓，不要抓，对，太棒了，还好你没抓，他十块钱掉了，有加赛哦，弟弟，恭喜。二一加赛。哦，有新的哎、
双四星。弟弟你不打、哦？我不打啊，反正没钱。哦，好。没